这个呢是在国乐节的时候，那既然是国乐节哈，你可以先想象一下，就是说它就是像那个喂，他怎么不听呢？糟糕了，还我弄毕姐姐爸爸呢？可是张姐跟我在那里面吗？好，帮我念下一个。那原本呢，它这个配器哈，就是乐器的部分，其实都不是国乐器哈。所以，刚有人讲说有一点那个音乐剧哈，那这个就是我对社区之歌的一个远景的想法。其实现在很流行音乐剧哈，有一些像台北有一个那个爱乐，他是一个团体，那他们就把老歌，好就。串起来变成一个剧，那那些歌是本来就存在的，所以那个对白或者是它的串联就是掰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社区之歌总共有十首哈，丽影赛气化麦芽，因为有在跟那个顶庄，社区在讲说哈，那天碰到顶庄社区的一个居民，那他很喜欢跳土风舞，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听的《恩吉美高吹》呢，他有把它编舞进去，好，但是那个片子哈。
你们应该在那个视星可以看得到哈，他是在中正公园，在中正公园有表演过哈。然后他们不但编舞，还做那个配件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跳夏威夷那个草裙舞，他是会戴那个花圈，好，然后手上各戴一朵。啊，而且不是只有女生这样哦，人家我们里长是男生，而且，这阿公啊，60好多岁哈、哦，他也这么做。好，那个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些都是素人哈、哦。那个校长他不是弦乐的，那个演妈妈的那个也不是，那他们也不是演戏的。那我觉得。有一些肢体语言，那包括有小朋友的部分哈，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亮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听 CD 的时候呢，它的音乐品质当然比较好，可是这个看起来我就会觉得它能够在歌词在表现上会更清楚这样哈。那我们来听一下那个《黄金玫瑰》哈。第几首？